简单帮我们讲一下，就是关于侯市长他可能频频邀请你担任他的竞总的主委，你怎么看这件事呢？这事情我要请他们要审慎的啊，去选择对象，因为我跟他们的团队也都不熟啊，要抹黑也不简单，那我这个会尽全力我来支持他就是了，那个什么职位都不重要。所以不会答应他的竞总主委的职位？应该机会很小很小很小。那你觉得最主要就是婉拒的理由是什么？您刚刚说机会很小吧？那样，因为他的团队啊我们都不熟，所以要抹合不容易。第二呢，我想我现在其他的工作也非常的多，现在人团社团要我来主持的这个单位呢非常的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说专心在这个选务上。但是我还是会这个全力的来支持他，尽我所能。他频频的邀请，你会觉得那非常诚意啦，那非常诚意。我也一再的跟他婉拒，我还是说这个另外一定还有这个更高明的人呢，可以来帮他这个忙。你有跟他推荐其他的人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但是人选很多啊，他只要再去这个仔细的去思考一下，理想的人选应该很多。那么他未来的选举啊，我想获得大家共同支持的话，应该还是蛮有厚望的。